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荒野森哥，我又来探险来了。老乡告诉我，这里有几个防空洞啊，咱们来找一找。朋友们，这里就是防空洞。这个防空洞好大。这些东西是什么呀？咱们来看一下是啥。很神秘啊，这么多东西。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严禁带火种入内。这里写着一个茶字，难道做个茶馆吗？好困难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里边很恐怖，咱们不进去了。我从这个防空洞里边出来了。这里有一个防空洞，看一下它的屋顶上好多水珠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防空洞的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在这里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帮我点点关注，拜拜。